配合各大发卡组织在美国极力推广 EMV 晶片卡以及行动支付的趋势，全美华人最大商业信用卡服务商美信商务日前宣布，可协助全美商家接受 EMV 晶片卡。美信商务并免费提供可以同时受理传统磁条卡和 EMV 刷卡机，可大幅提升商家交易的安全性及便利性。 现在大部分的银行呢，都已经在发行那种晶片卡。那这个晶片卡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是 EMV card。EMV card 是 EuroPay、 Mastercard 跟 Visa 所研发出来的。最主要呢，它是要防止这些人去仿造它的卡片。你每一次在使用 EMV card 的时候，它那个晶片会 generate 一个pin number， 就是一个密码。所以在下一次这张卡被使用的时候， 他们会去校对这个密码，所以如果说有人盗用了这张卡的话，他们很快就能知道你这张卡已经被人家盗用了。那从10月1号开始，所有的商家如果您的机器是不能够收这些卡片的时候呢，以前如果是有这些造假的这些 transaction， 本来是由发卡银行在负责，10月1号开始，这个风险可能要转接给所有的这些商家了。所以商家们，你们如果没有可以收 EMV 卡的机器的话呢，请尽快跟我们联络。美信商务服务过全美近4万个商家，提供完整的产品解决方案，不论是餐厅、零售、网购、邮购与电话订购，都能提供最适合的费率方案。 商家可拨打888-8872，或上网查询 www.usbsi.com 了解更多资讯。天下卫视编辑报道。